这一组就是，这是我们，我是陈俊志，他长的。我们背景就是要在 Second Life 当中，就是可以看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些，做一些沟通，然后就是像取得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些其他讯息这样。那我们做物件有一个就是电视墙，然后一个遥控器，然后还有一个留言。然后电视墙是可以，就是它会对外部的那个 RS 发出一个 HTTP request， 然后它会取得那个 RSS 的资料。然后因为那个我有试 Google 和 CN 的这两个，可是那个他们在 description 那边的资料都太冗长，然后 HTTP request 的它截取出来的资料长度又有限，所以我只先用 title 还有 link 这两个东西的资料。然后我设定是 title 会显示用 save text 显示在物件上方，然后 touch 就可以开启新的网页。然后预想中是用 title 为关键字，然后在那个电视墙上面显示出就是我会去找新那个相关的影片影音，然后可是这一部分还没有实现出来。然后因为刚刚之前讲过，因为那个 HTTP request 它长度有限，它的取得资料长度有限，所以说我把整个它的那个取得资料全部印出来，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抓到资料顶多到第一个 item， 然后第一个 item 整个都是后面全都没有。然后遥控器其实只是一个控制那个电视墙的开关，还有选择频道。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留言板东西，它会记录我在一般频道跟普通频道对话，然后它会把使用那个说话的内容还有说话者的那个名称记录下来。然后我是设定它就是实则讯息只会显示实则讯息，然后超过就是更旧之前都会直接删除掉。然后因为我那个是用 list 来储存我的资料，然后目前用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文字没办法全部显示出来，要不然就是我可能我之前有就是输入太多资料，它只会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资料可能 不齐全的问题，然后这部分我再测试，然后 demo 一下。然后这是我们的电视墙，然后我们原本是要在这中间这边放影片，可是这一部分没实现。然后这是就是显示抬头的地方，然后现在是这个是开关，然后这是上个频道，这是下个频道。我现在在里面是先预设有三个频道，然后我当我在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把抬头显示出来。然后有时候这个 RSS 它在发出 request 的时候，它会不知道是网络问题还是 Second Life 问题，就是常常会有读不到，然后就会我是把它就是会它的物件会说出无法连接，然后这边会新出 error， 然后这是下一个频道这样。然后我预设三个频道，然后当最后一个频道之后按下去，后面没有就会回到第一个频道，然后就上下切换。然后我在遥控这方，在控制这方面，原本是要，想成就是弄成类似遥控器这种外观，然后类似遥控器这种外观，然后可以就是使经由遥控器去控制我的电视墙会有会显示哪个频道，或者就是说经由遥控器我可以输入我要新增哪个频道这样，然后旁边这一个是原本要。我们是在为了展望地方，等一下会讲。然后这个留言的部分，我是用球形来表现，然后觉得球形太单调，所以把它加一些特效。然后我先讲这个 description。这边就是我就是预设一些 RSS 的那个 URL， 然后。这边是参考之前投影片里面有一些就是截取
截取那个 tag 的部分，然后我是只用 title 还有 link， 然后我是让它兼，因为我是那个我那控制我第一个频道就是频道一，我是来控制它的开，频道二是关，然后频道三是我是下个就是 next 的那个物件会在这个频道发出讯息，然后频道是监听 free 就三个频道，然后当我 touch 之后会连到 UI 那个新闻的网页，我这边刚才忘记我先弄一下，然后它有就是 Google 的那个 link URL 的格式比较复杂，所以目前是连出去都是无法连接，因为它那个 URL 部分那的资料比较复杂，所以还没有做处理。然后 CNN 的应该是可以，然后这样就会连接到外面的网页。继续讲 script 的部分，然后因为我 channel one 就是控制开关的，所以当我 channel one 有讯息的时候，它就会当它的 channel one， 然后等一下，哦，因为我设定就是说我 channel 那个控制开关，它会用两个频道，然后当我发现我的是关的时候，它就会。当我是开的时候，它会用到 channel one 把它关掉，所以说它会让 sleep time 就是让 timer 停住，然后就不会再继续那个发出 HTTP request， 然后就会把那个标题设成原本的，就是关的时候状态，然后二是让它打开，就把 sleep time 设成一，然后就每隔一秒就会重新 request 一次，就会更新一次。然后三就是下一个频道，然后他就会把 title， 把就是因为 HTTP request 之后，他就会 get data， 就会找到那个 title 还有 link， 然后之后我就可以直接这边把 title 印出来。然后四就是只是就是上个频道这样，我就把它简易这样。接下来是测，就是留言板这个，然后留言板就是它会即时显示出来我打什么字，然后它只会到第十，只会印出十者，然后十超就旧的就会直接把它删除掉。然后我是用历史，然后这部分特效我是直接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直接用的话太单调，是直接从找人家做好的特效直接过来用，所以这一部分就不重要。然后预设是把它的那个就是空的，因为有时候像我就是有时候我感叹 script 的时候，或者就是一些我有一些动作它的那个 title， 它 title 会还是维持在旧的。所以我就会用有这个预设的动作，然后主要是我用 listen 来监听它的 channel， 然后我们一般用的频道 channel 是0， channel 编号是0，然后我就监听 channel 编号0这个频道，然后把 message 抓进来，然后因为它里面就有一个，因为我们监听那频道的时候，我们得到讯息就会有 name， 把那个说话者的 name 就会有了。然后还有讯就是我们要的讯息，就是他在频道里面的讯息，所以我直接把直接用这两个变数，直接把它就是做 name， 然后 message， 然后把它串起来变成一个字串之后，再放到那个 list 里面。然后我原本是想说要做一些换行的动作，是觉得就是这一部分就先不管它。然后这边是我预设是显示十行，所以这边就。超过十行部分，我把它就是做一个暂存的字串，暂存的 list。